去捡福寿螺吗？好。椰子们，你们看，福寿螺真的不挑的哦，什么地方都能拉。果然还是新鲜的好看啊，这个都要孵化了，暗淡无光。这个一枝独秀啊，哎，不对哦，还有两个跟班呢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勾地主了。哇，你们看，这里又有一个福寿螺卵。哇，这个好嫩啊，这里有个小可爱呀，哎，两个。燕祖，知道它们是什么吗？嗯，它们好小啊，营养不良，要用玻璃照顾一下。福寿螺连泥巴都不放过，真是不挑位置，随便拉。来，又到了猜猜乐环节，猜一下有多少个？超级明显，三个。我想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吧。福寿螺一口炫了三个，很饱，很满足啊。